早安大家，看我的样子应该就知道我刚睡醒，没有错。跟家辉，哦，我们这里有一点乱，因为我们在准备着。然后今天的行程就是进岛啦。我们现在在化妆，丽西，早安。我现在要快点赶着化妆，因为我们七点要集合，不然我们迟到了。OK， 我们分离到7:18了，所以我们准备下楼跟他们集合啦。我们两个穿黑色 T 恤，耶！你们看这个，那就是我们今天会进的岛。耶、yeah. ！我们到处都看到海，是，我们就是地方也看到海，而且已经很激动了，很期待。现在全部人都穿着一个很休闲的 T 恤，然后进岛再换我们的泳衣，去吃早餐，出发！现在我们要去吃我们的早餐。肚子饿吗？很饿，超级饿。饿吗？这是唐人街早上的样子。我们现在到了吃东西的地方。这里可以吃什么啊？这里呢，你可以叫平常面、咖喱面，然后也可以叫小面包。对，这间店它已经改很久了。然后这一间店它原本呢，它就是这边的，在另外一边，在对面。然后呢，它就是在一棵大树下，所以我们都叫它大树下什么榕？哦，榕树，榕树。浅尝一下这个鸡，这个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就是它的鸡是放在里面的，然后因为它放另外一只哦，它会 separate， 它会放那个garlic oil， 然后一点 seasoning， 所以你吃到它味道比较偏重一点。很特别，所以我要浅尝一下。嗯，哦。可是我是想吃格松的面，这格松，就是格松，就是面包。哦，哇，我觉得很厉害，哎呀，味道真的很十足哎，就咬下去哦，它的肉里面哦都是有那种有味道的那种，不是只有外层有味道吧？嗯，它够甜，有够甜。你喜欢重口味吗？我重口味，所以我重就觉得哇，爱死了。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一个餐厅，吃饭很好，对，很满足。我们现在要先去新码头，对，然后去放我们的拉格沙，然后我们再去第二个码头，然后再坐船过去。我们去那边见吧，我们在船可以睡觉哦，因为这里是，所以这里现在不要一个小时。耶、yeah, ，晚安 ，good night， 拜拜。早安，早安大家，早安。这个就是码头，哇，这里就是码头。我们先去 check in， 到啦，这里就是码头。这个是我们的码头负责人。啊，这个是叫阿邦佐。阿邦佐 ，Hello。That's Covid。进岛前要先做这个 Covid test。是的，现在你们看我也是一条线，真的，一条线，太巧了。我也是一条线了。安全，安全就可以进岛啦，去玩水喽。我们的行李箱都标上了这个 Summer Bear。我们现在要坐船去另一个码头，因为这里退潮了，对，水位很低，然后船就不能过，所以我先去换一个码头去上船，然后进岛了，耶！我们现在发了一个上这个船，我上船啦，然后你要一个人家会坐后面的 ，Hello， 出发。中学的旅游巴士，我们要去一个这边很快乐的感觉。我们到另一个码头，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的船，这个就是我们要坐的船。哇，我们进这个船啊！来，佳慧，你要坐公园吗？可以坐这里吧。然后，呀，坐船，谢谢小文姐。大家可以需要穿这个救生衣。啊，因为先生老板来，再给他穿上啊。好 Q 的，真的不一样啊。来，这个。
你看他们那边前面有卫生。你看他又牵起了我的手。我们要到了。我们看，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岛就是 Summer Bay。哇，很爽。那你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站这样拍这个海，太美了啦。你看你们看那个风景，哇，好爽，然后冰淇在这边，哇，很爽很爽，哇，很爽，耶，oh my god， 真的很爽。可以看一下，嘿，你看里面超轻，这是珊瑚，这就是我们的月饼珊瑚。哦，那个就是月饼珊瑚，哇哦，很清澈，对呀、啊，真的。现在我们就是到了这个码头，然后还要绑这一个线，我靠旁边停。我们到了这个 Summer Bay Resort， 哇，很爽哎，这里还有个餐厅，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感觉。我们现在要去找房间，去用我们的房间。Let's go！ 哇，这阳光太舒服了。然后我们要去准备一下，换一下我们的泳衣，然后吃东西，吃好东西，然后我们就要去浮潜啦。两点半，嗯，两点半浮潜。就是这里会有一个好像是小哥的地图这样子跟你说，哦，这里有什么活动，这里就是一个这里里面 resort 的地图啦，然后就给你说，哦，下午茶是几点啊，早餐是几点，就是一个时间表这样子。这是我们会安排的房子哟，然后我们泳池是 Olympic Length 在65米，哦，它的深度只有1米深，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溺死。就这个是我们新楼咯，还没有起好，我们是 according to JW Marriott 拍三 D 去 design， 很 design 很棒，然后每一间房间大概900到1000 square feet， 等于是一间家的一个 size， 好像 condo 的 ，yes condo 的 size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房间咯，然后我们总共有8种房型，111间房，啊，所以我们的 resort 是全新哦，所以今天你们睡的是最后第二间101号房。哇，来，好舒服哦！我的天，一进来这里有一个厕所，哎，两间呢，对，有一个单人床，一个双人床，然后再一个单人床，耶！呜！嗨，我的行李箱送来了，送来，是，我们就不用自己搬，我们会送来。耶、yeah, ，我们已经准备好啦，我们要去吃东西哦。耶、yeah, ，这就是我的午餐。Busy，Hello， 你在喝？这个叫什么 ？Lemon tea 啊 ？Lemon tea。Ice lemon tea， 哇，很解暑哎。拿起来一个，我跟 Tracy 要吃 ABC， 哪里拿？我没有看到了。耶、yeah, ，我们的 ABC 做好了。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要去拿那 jacket， 然后 snorkel， 然后潜水机，然后就准备出海了。对，我坐小船呢，算是啊，然后出海去浮潜。
真的，这个老师走。放很轻耶，我们来看吹气跳水。嗯，江江你还好吗？江，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多？有一点点。哈哈哈哈哈！江，我的脸完全是那破的。给你们看一下晚餐有多丰富，饭有意大利面，意大利面的酱，鸡翅，还有海鲜，然后还有这个菜，哎，这个是烤南瓜，还有土豆，还有烤玉米，还有香肠，然后还有后面这里呢还有蘑菇，要跟我来这里吗？还有烤鱼，烤鱼，然后这里是什么？烤羊肉，哇！这里还有这些，然后还有布丁，还有一些沙拉、水果，然后这里还有冰淇淋，超丰富的。耶，我吃了个冰淇淋，我没动，我吃。哎呀，我看到他吃，我也要吃啊！哇！我现在在讲。我觉得这鸡翅膀像大翅啦，我以为还是小翅的了。浅尝一下他们家的蘑菇汤，不错哎。它比较多，它比较多的是奶味。我觉得不错，有这奶。好喜欢。你看，我们 try 了啊，然后全部都去拿这一个蘑菇汤了。我们吃完晚餐啦，然后现在就要去晚上浮潜，耶！待会去穿泳衣。对的，没有错，我们都很怕那个水很冷，很冷，所以我们要穿长袖。而且晚上浮潜很不一样，就要拿手电筒游了。就早上是不用手电筒了，晚上是需要手电筒的。但是我早上两个手都不顶，现在要一个手。我们三个很顶，只有他一个不顶。好了，我们去换你了，拜拜，等一下见。要体验晚上浮潜了。啊，被电惊了。啊，我也是，因为有一个手嘛。收你们两个手。有点小紧张哎。上哦，黑黑的，你看我们只能靠这个手电筒。Oh my god， 紧张哎。
很随性，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浮潜完，然后就直接回我们的酒店冲凉，然后换了一身睡衣。然后我呢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第二天在登嘉楼的感想跟心情。来到了这里，第一件事呢，我们就是去 check in 酒店啦。然后走进来看到它酒店的设施真的超级美，它一整个地方哦，就真的是那种度假村的感觉，你一来就会非常的放松。然后它还有泳池啊，整个环境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工作人员呢，还会把你的行李箱放进你的房间，所以你是完全不需要把你的行李箱搬来搬去，很重这样子。我今天一去浮潜的时候，我真的超开心了。我很爱大海，就那种很 freedom 很享受的那种感觉。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蛮吓到的，就哇，原来海底世界是这么美的。因为其实我这一次是第一次浮潜，也是人生中第一次进去大海，然后就觉得哇，真是很开心。然后一看到我就觉得哇 amazing， 为什么海底世界是这么美丽的？你们看前面，你们就应该看到海底世界真的很漂亮。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其实很怕水的一个人，然后然后今天的浮潜呢，我直接是我突破自己了，因为我敢在那个水上面没有抓任何的东西，也没有抓任何的人，而在上面飘着，然后整个就很好玩。而且我们在那边自己玩了蛮久一下，就是自己自由的玩。因为我们有去两个 point， 一个是 point one， 一个是 point two。然后今天我们很幸运，因为其实 point one 前几天浪很大是不能玩的，但今天我们进岛的时候那个浪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去那个 point one 玩。然后 point two 呢，其实是非常靠近我们的海岸那一边的。然后过后我们全部都自己尝试游回去那个海岸，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来的，也是没有想象。怎么这么可怕？总结来讲，其实整个浮潜的过程很开心，而且今天的晚餐呢，我也是非常满意，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我有看到有炒饭啊、羊肉啊，还有一个叫贻贝，然后还有玉米啊、香肠，然后我有吃他们的烤玉米，就是超级好吃，还有蘑菇汤也是非常好喝。对我来讲比较有新体验的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去浮潜，因为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然后我们下去呢，其实我们手上是每个人都会拿这个手电筒的。早上的话假如是天亮，晚上的话暗哦，会有心理的恐惧，可是整体下来很好玩的。然后其实不会像你想象中的这样黑，其实你照下去就是你整片看的区域呢，海底呢是亮的，它不是暗暗的。然后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蓝眼泪，真的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看到那么多的蓝眼泪。我们浮潜到海中就是比较深一点的时候，所有人把手电筒关掉，然后就是整片海都是一片漆黑的，然后你在水里面就是拍动那个水，它就会散发出那个蓝眼泪，就非常的神奇。如果大家是没有尝试过浮潜的话，我真的觉得你们人生中一定要体验一次浮潜，因为浮潜真的很好玩。可能你们会担心会不会很恐怖，在海里面这样撑下去， no no no， 完全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不要担心。尤其是刚开始我也会怕，但是完全没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过要浮潜的话，我很建议你们来 Summer Bay， 真的太爽了啦。所以总结呢，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每个人都精疲力尽，可是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就是今天一整天都是去潜水潜水潜水，然后就很快乐。那虽然我觉得我今天的皮肤应该是黑了一个度啦，可是我们还有明天还有后天，没有办法，只能做好防晒。为了玩，为了潜水，为了去看海底世界，我只能牺牲了。好啦，那总结今天的感想呢，就是这样啦。我们期待明天吧，期待明天还有什么新车，还可以体验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吧。拜拜。耶，我们要出门拍照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准备要出去拍照了。耶。Hello， 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沙滩边走走，然后拍照。快看我跟乔文，因为我们全部的眼睛这种粉色、粉白色系耶，而且我们没有讲好的，不约而同，果然是多那一条心哦。我们要走的是那石头啊，但其实石头哦不很危险的地方，就我们潜水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让我们靠近石头，因为他说那个石头那边是有海苔，不是有海有啊啊，对，会吸不进去，它就会转，然后我人就会被吸进去了，然后吸进去了是没有办法救到的，所以不能去靠近那个
石头，不然会很危险。可是我们没有靠近，我们没有进去海里面的石头，我们只在石头上面的。对，我们换一个景拍照。看，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等游戏场。对，乔恩跟全熙还在拍照，然后我跟 Yuki 呢已经是拍好照了，所以我们打算先回酒店，然后先给他们在这边拍照，因为现在这个天气真是太晒了，因为现在是中午的12点，差不多1点这样子，真是很晒，我觉得我们回去一定是会晒黑哦。我们现在拍好照片了，然后我现在回去吃午餐。很好奇那边的食物是什么，很期待，我每一次很期待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它的酥蒸很好吃，很多选择，然后每天给我很多的 surprise。 对，你们看到这里的大海真的是超级无敌漂亮。我们现在带我吃东西的餐厅哦，我们先来吃东西，吃不要换衣服先，我们本来打算换衣服先的，可是我太饿了。吃，天的午餐有蒸米饭、草莓鸡、草莓鸡，然后还有咖喱鸡根，然后再就是这个牛肉辣椒，对，牛肉的那个辣椒样子，然后泰式鱿鱼 ，Oh my god， 还有炸鱼腿，然后切炒蛋。嗨，下午我们去吃我们。刚刚乔恩跟 Tracy 去吃了，所以我们三个一起再去吃。Tracy 他们讲很好吃，是。那我们去看，我们去看。Mango juice， 哇，现在这样热，就要一杯 Mango juice。我刚也是一直讲，我想喝。然后。刚刚全熙说梅鸡面很好吃，所以我跟牛弟决定吃梅鸡面。耶，够吗？够啦，够啦。等下我们要去潜水，所以不可以吃太多。OK， 我们现在已经换上我们去潜水的衣服了。你们现在心情怎样？紧张吗？我没有兴奋，我紧张罢了。紧张？好怕。我们现在在穿这个潜水的鞋子，看，它变青蛙了，它变青蛙了，啊，鸭子，对，鸭子，青蛙不啦，鸭子，叮叮叮，这是条龙第一条，它是我们主要拿来补给的鳍鱼，第二个。一个是备用的，万一你的出行故障，随时的可以补给。接下来有一个，这个是你的压力线。第四条猴，这个特别好玩，因为它是连接去这一个外套，外套我们叫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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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
界真的很漂亮，对，可爱，那些鱼，会觉得那鱼很爱看我们，他觉得我们，他觉得我们很奇怪，怎么要去参观他们？是，那我们用那种啊，你们这么直接打扰我们，对对对，那种眼神看着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对。耶、yeah, ！我们刚冲完凉，然后我们现在要吃东西，猜我们吃什么？哇！哇哇好开心啊，开心，太开心！啊，对，别跑出来！我们先去选我们的火锅料吧。我跟牛皮已经选好了，一零。然后我跟乔安还没有，我们现在去选。哇！你们看那个火锅料。都是很幸福，救命救命救命！金针菇是我的最爱。哇，服了！哒哒，我们吃火锅，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料放进去了。耶、yeah! yeah! ！恭喜福财呀！过年吃饭呀！过年吃饭，太惨了！呀呀呀呀呀呀！我们现在要去吃这里的妈妈，然后明星在那边等我们很久了。对对对，我们快点快点快点！我们扰民呢。就是这一间妈妈啊，然后她卖胡萝卜，我想去 try 她的胡萝卜。哒哒，这个就是胡萝卜，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哪个？哪个？然后这个薯条，卷卷薯条，卷卷的薯条。这个也是胡萝卜，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吃。椰子水。耶，这是胡萝卜，我喜欢。我已经回到酒店啦，我要来讲一下今天的感想。今天是一个很好玩，但是又很累的一天。今天体验了一个很不错的活动，就是深潜。深潜是其实我会比较怕，就是来得比浮潜还要怕。因为其实浮潜是有救生衣，然后有那个吸，就是吸上面空间那个管，然后其实深潜是完全没有的，深潜就是吸那个桶，就是那个 gas 桶的里面的那个氧气，然后我们是要这样子吸住，然后一开始我深潜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害怕，因为前一天就已经是浮潜了嘛，所以就没有这样恐惧，然后深潜的时候我也是。比较有信心一点，然后一下去我没有想到耳朵会比较痛，我一直跟教练讲我的眼镜啊进水啊，然后教练会教我们讲把那个镜子里面眼镜里面的水喷出来。其实我是一个真的很怕水的人，然后我对水是有算是阴影，就是我很怕水，我超级无敌怕，就是我之前连水上乐园都不敢玩的那一种，然后是前年那样子才敢玩的，然后我今天竟然敢敢的伸进去潜水，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教练也很照顾我啊，他知道我很怕，然后他没有说好像放手我，他反而会更加留意的我，而让我觉得真是很有安全感。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怕的话，我想体验哦，其实可以跟教练讲一声你真的很怕，然后他们就会额外的注意你啊，照顾你这样子，他们就会知道哦你是怕的这样子。我讲真的，那个 gas 桶对我来讲很重，因为其实我本身只有37公斤，而那 gas 桶12公斤，所以其实我很难走。幸好那边工作人员有帮我举起来，让我到海里面的时候才帮我放下来，因为其实到海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重啊，所以我真的很谢谢那边的工作人员帮我举着那个 gas 桶，让我走路没有这样辛苦。然后这次深潜呢是有两个教练，就是分别带着两个人的，那我的教练呢就是带着我跟晨曦，我跟晨曦下水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的冷，连那个带着我的教练也是讲，我们一下水就看我们两个一直在发抖，因为我是抓着 GoPro 的嘛，然后我拿 GoPro 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也是，因为真的很冷，你潜下水里面呢还是很冷的，但是我会因为就是享受看那些鱼啊，看这个美景而忘记到那个冷，可是我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在那边发抖。还有他有带我们去看那个小丑鱼，然后因为 Gnocchi 很怕的原因，
是孩子抓住我不放，然后我也不敢看牛鸡，因为我觉得会笑。那他的早餐、午餐跟晚餐呢，都一如既往的好吃，每一天都会给我惊喜。今天晚上，因为我们去深潜，身体所以很累了，然后整个人就会很没有力。那结果晚上听到是吃火锅，我直接能量满满。然后今天呢，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拍到两组美照，就是一个是在早上拍，一个是在大概中午这样拍的。然后虽然是很晒，可是拍的照片是超级美的。总而言之呢，今天的行程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体验到了我很想尝试的深潜。Hello，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时间也不早了，已经是凌晨十二点了，我要去睡觉了 ，Good night， 拜拜。一二三，我要拍的不能说。